看来你已经没事了，我们想见祝宇，跟我来。 他后来一直没理我。君上，汝要带他离去，请君上成全。汝要随他去吗？嗯，你是我的娘亲，可是娘亲只是生了我的人。 其他地方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不明白。据说，因为娘亲是教养孩子长大的人，所以孩子要好好回报。可是你都没有教养过我啊！没有教养过，那又怎样？你夺了我的母亲，还有什么不满？从我有记忆以来。 就一直是和今朝在一起的。我一开始什么都不懂，也都是今朝教我的。没有他，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行。就算你是我的娘亲，我也想和今朝在一起。汝心意已决。嗯。 如果齐想留在你身边，我不会勉强的。但是他没这个意思，那我就一定要带他走。尔等离开吧。多谢。走吧。我以后还能来找你吗？ 天晴之海，不时移动。但汝持有无知信物，不难感知无知所在。，确认了齐的选择，葛统领可以放心了。君上，我斗胆问一句：凌渊将军此前去往乌岩村，意欲何为？天晴之海，何时容得尔等问罪？葛统领，如果我没去乌岩村。 他们两人已被贵部中误杀，你我合作也是出于无奈。有些事还是心照不宣吧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违背约定。既如此，我告辞了。葛统领稍等。先清今次揭穿我的身份，听说之前扁统领被擒，也和他有关。任由他继续留在齐身边。 不知还会有什么麻烦。凌渊将军机变了得，此次被越金朝等撞破身份，竟以一个护生之说轻描淡写蒙混过去。如今将军想借刀杀人，我等不敢不从。他们收集龙晶，还不知道想干什么。凌渊早该把乌岩村毁了。 丫头，杀气别那么重。君上，这次我在人界还听到一个传闻，西域昙华洛家有一至宝
名唤热海。几天前，负责监视玉界书的族人也曾发现迎旭威前往西域方向，不过最后还是失去了他的踪影。在联系之前，扁洛环曾失陷洛家一事，横道众和洛家恐怕也有些关联。洛家，热海。也不知道鱼族会不会反悔放我们走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此事倒不必担心，妖族轻易不许诺，但一诺千金，日后我们尽可来此游耍无妨。那太好了。那妖女似乎不乐于见到你呢。没关系，她也不喜欢我们啊。你别再安慰我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回景安，之后有闲再来听情之海吧。毕竟祝雨是月姑娘的母亲，你们应该都亲近的。哦，